大的你的那个抵抗力还是在减弱，所以我才是会建议各位真的要稍微注意，没有，尤其出去我们不知道那个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我才跟各位讲，就是说因为医院的学生告诉我这样，我是觉得那是可以给各位做参考的。好吧，我们接着看这个下面的内容哦。各位看这个一样哦。现在你看到后面来的时候，慢慢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句型的，因为大概前面那些句型我们不断的复习，不断的复习，大概很多东西就已经看到。好，各位看这个哦，因为太久没念，先把前面的部分念念，恢复一下记忆吧。OK， 这个不会影响，这个地方没有关系。好，接着看好了。sonani 这个好，先把那个拼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难的单字哦。各位看，它其实到最后哦，到最后的地方，它很多单字其实我们在前面都已经看过，所以我们读文章的最大好处就在这边，它因为不断不断的出现，所以我们对那些单字就不会产生所谓的隔阂。好，那个悲伤怎么念？卡纳西，来连，考，来再来，回家，开，好，再来，这个一样，公开。你们现在不管念什么哦，我真的建议各位哦，那个尽量的汉字自己要不断的去练习拼音，看到字就念，在外面也是一样，看到日文有汉字的你就全部念。我随便举个例子哦，像韩国就看到哦，你像这样，你们应该要我的意思说，如果你能够习惯这样随便拿起东西来看到日文，你就去念一念读一读，你就会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我并不希望各位只会这种东西，硬邦啊，不能讲硬邦邦，这种文学性的东西太文雅了，这种东西是比较生活性的东西，我们融入日常生活里面它会出现什么东西，那你在看的过程里面也是一样，你不要把它管长短，这一种短的东西有时候也是蛮有意思的，那很可能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句型跑出来，那它的表现方式，我们当我们看习惯以后，你去日本买任何东西吃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养成习惯多看它两眼，你就懂了。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怎么念？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任何字来绿怎么念？啊，绿里来自然，时间对，来休息，亚斯绿里来甜的阿玛莎，没有啊，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所谓的名词化的字嘛，对不对？来浓的可以，对不对？抹茶有没有注音？有，所以你看，如果你这样你都可以念出来的话，那你对这些汉字基本上已经没有问题了，你自己可以告诉自己这些字我都会了，不是吗？所以来这个什么
Lucky color 是什么？Lucky color， 幸运色。所以今天的幸运色是什么？所以各位看，照理讲，我们这边应该是中指形符，这什么词 ？Middle 什么词？名词。名词。所以照正常来讲，它省略了什么东西 ？A 嘛，中指形嘛，对不对？对。没有助词的，但是这样在广告宣传上面，它是可以这样用的。它为了节省那一些所谓的助词的使用，好，再来啊，对不起，这边动了。好，说因为今天的幸运色是绿色，所以怎么样？要怎么样？好，这个关键字在这个 Fulero 嘛 ，Fulero 黑的前面是 day 的时候，我们回堆回来，大概就知道 Fulero 嘛。弗雷鲁的时候，它没有音变嘛？弗雷鲁第一次变化，弗雷鲁，所以就变成了什么？这个字猜看看是什么？嗯，下一段。对啊，下一段，它在这边是什么意思？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这个字我们没学过，所以你不会，那怎么办？你就先看后面，先看后面，再来猜这个字，把它做连结嘛。我希望各位学会是这方法。我一定不管读什么东西，我一定会撞墙，也就是说碰到我不会的单字，这个时候怎么办？先干这个，雅思密码秀啊，雅思密西码秀，台湾的学生保证是用雅思密码秀这样来使用的，对不对？它是用雅思密名词化加上西码是吗？雅思密斯鲁的句型转为西马秀，对不对？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我们不太会这样用。台湾的学生99%全部都会用雅思密码秀，你都雅思密码秀。那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用？他把这个变成了一个词嘛？那伊多雅思密是什么意思？独自休息一下下。对呀、啊，那Hito在这边是什么？人，副词吗？是人吗？再想想看。Hito 是什么？猜，没有，你们的意思是对的，但是我要你知道 Hito 是哪一个字？Hito 里。哎，对，Hito 里是什么？一个人。一，这是一嘛？所以 Hito 雅思密是一个休息。这样说，所以ひと休み就是有一个休息吧，马秀嘛。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很容易被骗的嘛，以为是人，因为我们比较熟悉是人嘛。所以在这个地是ひとり、ふたり、みつ、哎，ひとつ、ふたつなが，那个一，所以ひと休み就是休息一次的意思，然后你就知道了。今天的幸运色是绿色，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吧。这休息一下的意思，这个用法很好用。这样子哦，我们通常稍微休息一下，一定用什么？休息，雅思密码秀，这是台湾人的习惯。我们一定会这样用，直接的翻译嘛。但是你看到这边，你就知道，ひと休み，做这个动作。所以他把它变成名词化，变成各位要记得哦，日文的名词我们可以直接加思路，也可以直接加一个哦再加思路，不是吗？所以这两个根本就是对等的，勉強する勉強する一样的意思。所以他这边因为把这个变成复合名词，所以稍作休息就是ひと休みしましょう，这样子，所以你这个就可以猜了。フレル应该是什么意思？泡在自然里面。フレル，我们没有，我们平常会沾酱油フレル吗？对呀、啊，沾。沾的意思，所以那个弗雷鲁就是什么？我们讲的
我们中文讲，通常跟自然，我们怎么讲说，劝人家你要怎么样跟自然入世，沉浸在融入，他这边应该是什么？普雷鲁碰触到接触大自然，但是基本上你就有没有发现到，尽管你不是100%正确，但是是不是没有脱离？对，因为就是利用后面这一句来猜这个字，这样知道吗？不管是接触也好，碰触也好，或是那个面对投入都没有关系，最少你的那个语义是正确的，了解吗？这个就是当我在句子里面碰触到一个不了解的单字的时候，我怎样利用前后句来猜这个字？哦，就是今天的幸运色是绿色的，所以怎么样？要劝各位要什么？接触大自然是，或者投入大自然没有关系，因为接触大自然跟投入大自然是一样的，在中文的概念里面是不会有落差的。你总不会去隔离大自然，不会嘛？要不然你会去猜嘛？然后在这个地方，大家一起稍作休息吧。然后你看，我都拿是什么东西？大人的。哎，对呀，很老。我都拿罗马萨就是大人的什么？大人甜味。怎么样？浓的茶嘛，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是针对大人，就不用拿给小孩子吃。没有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日本也是一样，他们会故意的。所以你们去日本，你去。你去买那个车票的时候，哦，有，他会写大人、小人嘛，对，都不一样，是不是？我跟你们讲过，大人叫我都拿，小人是什么？这个要念口都拿，所以这个就是假借字嘛，对不对？口都拿，我都拿，一样啊，他一定会这样来用的。知道哦，所以他在这边为什么用片假名，就是强调的意思。所以我们从里面这么短短的东西，你一样可以学到课本里面没有看过的东西嘛。所以当我们的接触越广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当然就不一样了，知道吗？这些东西的转换，我们从各方面，你读的越杂，你学的东西就越多，就这么简单。所以我才讲，当这个，我们怎么转换运用到这边？弗雷鲁，你查一下字典，你就知道它的汉字是什么，对不对？那他还可以念沙瓦鲁，正啊，正是呼噜啊，呼噜哦，这是呼噜，这是呼噜，这是呼噜，醋有两个嘛，你讲的是这个醋嘛，对不对？对，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呼雷鲁嘛，还有一个是沙瓦鲁嘛，沙瓦鲁也是黑色，沙瓦鲁嘛，不要摸。那是碰触的意思，所以这一种字很难的字，我们碰触过一次、两次、三次以后，你才有可能记住了。要不然这一种单字很难的，真的。所以我才讲，这个的万一你碰到这个字你不会的时候，你怎么样运用这一种技巧，慢慢把它串联在一起，这个就是方法，知道哦。同样道理，我们在看这些东西也是一样嘛。然后我问各位嘛，现在单字你在解读的过程里面，你慢慢就可以体会到每个单字的读音。这个就是我不希望各位背单字的原因。我宁可你不断的去猜，看到小说里面的句子单字你就猜都没有关系。来，明天怎么念？阿斯达。好，或者是阿斯很难哦。各位看哦，这可以念阿斯，可以念阿斯达训读，音读就喵咪吉。
好，一字记你就三个全部记，以现在日文来讲最常用的就是阿斯达，哦，最常用，哦，阿斯通常比较出现在文章里面，比较常见气象报告，对，它有时候也会在气象报告的，所以慢慢的日本很多用字作词也不断不断在改变，所以我都希望各位了解训读训读这个，然后你既然知道这个前后那五个字就全部记，好，今天怎么讲？就昨天呢？也可以念三个字字。好，那个前天呢？多多哦，这个是比较难的。来，再来。后天呢？阿萨德。哎，阿萨德。阿萨德。我跟各位讲过，你要记这五个字的时候，要用音节去记忆它。这个两个音节，这个三个音节，这个三个音节，这个四个音节，这个四个音节，啊，也就是二三四，二三四，不管往前推，往后推，知道哦。然后往前推的全部都是阿开头的阿斯达阿萨德，这样就好记很多。考试的时候我根本不用背，我只要记住这个大原则，这几个字我就全部都会了。可以哦。其实你们的单字量其实已经都很多了，那个只是你们不相信自己而已。那个简单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哦，真的？对啊，不是绿的，没有，每个都不一样。啊，绿的也不是写那个，不一样。哈，包都不一样，还有自己。不一样。哦。那这样蛮好玩的。对啊。这叫骗钱。骗得很开心。对啊，它同样绿的都不一样。不一样。啊，这个一样，这个一样。没有，你们知不知道日本人最会玩这个东西？对，还后面可以写字。对，那个饼干，你们知道那个那个熊的？哎，那个是熊的饼干还是什么？一盒那个小熊那个饼干。我知道那个 Q 的，就是里面有包馅的那个。哎，小对对巧克力，对，巧克力那个蜡笔小新最爱吃的那个。你们知道那个总共几种，知道吗？五种。我去参观过，里面饼干的形状，总共几种？哦，形状哦，不知道。365种，哇！然后听说里面有三种是他们里面讲，有三种哦，吃了又会很 lucky， 没有，真的有三种，不常看到啊。那个我是去参观他们的那个制作工厂，我才知道，他们解说的时候，因为我负责翻译。我就知道那个哇，365种哎，也就是一天一种，对。然后他们就有人故意把去收集那个，全部把它弄出来这样，365种。因为它不会那么坏坏啊。对了。然后听说里面有三种是特定的，吃到那个的话会很 lucky， 他就故意玩这一种游戏。这个就是我讲日本人在。卖东西，他们那种 idea 哦，其实是我们跟不上。他们把口袋的钱掏出来。对呀、啊，你看那个他们那种小熊吗？哎，对，不是台湾只有几种而已。对啊，很没味。没有，不是，里面、每只都不一样，就是你买了又把它倒出来，这是各种那个，对了，是屁孩做的事情。对啊，挂了，对，这个他就把它全部设计出来，是里面的形状。对，里面的那个花样全部不一样，熊的表情跟形状。对。那个对没有，这个就是我讲他们为什么那么厉害。你们记不记得最早手机刚出来的时候，不是手机环的那个吊饰啊？你知道那个吊饰日本怎么做的？他们用每一个县的特产设计出 Hello Kitty 所有47种形状。很聪明啊，对啊，然后故意紫色的 Hello Kitty
限量版只有在北海道，你飞到北海道，薰衣草，薰衣草代表色，哪边打的那个颜色，所以就故意弄在那边啊。那时候我很多人在疯狂收集 Hello Kitty 的那个吊饰嘛，对不对？我以前我们公司同事就有人专门在收集那个，结果我带我们公司旅游，我带他们去的时候，就有人抢购啊。去到那家店，我就问他，扫货。我问他说，一个小小的店，大概这间教室的一半而已，卖 Hello Kitty 的吊饰。我问他说，你们一天卖多少个？一天1000个，1000个吊饰。那时候吊饰一个450，算看看，一天他卖掉45万，一个月赚多少钱？我那时候就跟他讲，我可不可以在台湾跟你代理？没有，我去找他谈，真的，那个太可怕了。你看450块，一天45万，45万。30天，我们每天就坐在那边赚钱就好了。没有那个，所以我说人家的 idea， 这个就是我讲，我们学会日文以后，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不一样的。这个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你看，看到这个，我马上想到那个什么 koala 的那个 cookie 那一种哦，那个更可怕，而且他去到那边可以让你超自然。玩那个自己做，对，蛮好玩的。没有，各位有机会去日本，没有拉面博物馆还有这个，是啊是啊，就一直玩这个就可以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后去日本玩，不要只观光，不要只瞎拼，对，你可以去做这些东西。没有，因为你去看过，你才会知道他们厉害。没关系，最少降低那个 shopping 的时间，那个是一种享受，不是？就是会去 shopping， 因为你去参观以后，你去参观他们那个化妆品也是啊。你知道哪个化妆品最好？没有，我真的推荐给各位。不用化最好，不是？当然了，但问题是你要保养的时候，那个不是不是，绝对不是。他那个那一家叫什么？那个直销的，是哦，直销，不是那个，不是朵茉莉蔻，不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三多里，不是三多里是药的，三多里是保养品，那个有一家那个DHC 啊，好像是，哎，不是 DHC 啊，他的所有的化妆水、乳液，所有的东西全部没有防腐剂。另外一家，我忘了，三个蓝色的，有名的吗？有名，很有名。台湾也有，对不对？什么颜色？它的是什么？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直销。那个没有，因为我以前我自己是做花王，考我，我的客户是考我，我知道啊。那个什么像有味道、有香味的那种东西，通通不要用。考我最多，真的。通通不要用，所以他们讲说用水赚钱就是这样。那一家我是去参观的时候，因为我是带美容科系的那个学生，那个金手奖的学生去参观嘛，所以我们都会参观这一种企业啊。那个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不是 Carnival。那你为什么那么多张？那个不知道。如果你是直销式的，就准备一点某游戏，你用某中医药，也是一个超贵的，他们在九州，对不对？是在熊本，对，在九州，他那个工厂很厉害，对，他说那福利超好的，对呀，哦，九州机有，真的，那你就不能用那个艺名，就是要用。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是什么。哈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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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在看到我这样子，所以他们这一生，对。长路上的日都是过水啊，谁受影响？而且走过的时候，他们就有见到很多。对呀，还有我们干电视，哎，其实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日本では流行ってるんですか？そう、結構使ってますね。あ、そうですか。足型化粧品。まあもちろんシリーズ。そうな。全部見てます。そうですね。顔は。陈春秀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来，那个结果问到他自己用的化妆品，哦，这个好，这个好，完全没有。台湾没有。台湾没有。对，他说哈希莫的。啥？阿西卡达，阿西卡达，乔乔方，哦，没听过，台湾人没有人听过。他说日本很多人用这个，哦，所有西利子都有，是比较。那这个是，皮肤科医师推荐，然后制造的，那个什么化妆品，没有，台湾人没有在用，绝对没有，没听过。哈西卡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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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西卡达。哦，广东哈西，哈西，对不起，我写错了。这个更难解释这个。哦，筷子的哈西卡，这个也是这样。哈西卡达，是这个才正确哦。对不起，我连听都没听过这个。你们有人听过？网络有。对啊 ，Hobbies 吗？老师，不是，应该有那个没有包，那种防腐剂不是 Hobbies， 那个是人家台湾哪里有卖呢？这个有吗？台湾应该没有，可能有，它网站那么大呢。后来一般的那都，哦，它是虾皮，你是无印良品对吗？为什么 Google 到这个永久停业？是不是永久停业？我一个字念的，あれ見学しましたけど。見学し、台湾の生徒さんと連れて使用して、まあ化粧学科出身の生徒に聞いたじゃん。無限。京都，哈西，什么意思？那个筷子那个筷，住啊，住，对啊，对啊，台湾，那中文念住。住吧，住。乐天呐，你要去乐天吗？新都の店もありますか？だけどあの西しか売ってない。一般の薬屋さんとか一切出ない。こうじゃないとネットしか買えません。只是京都那一家永久停业，怎么回事？好多都这样。台湾人はまあにもなんかよく使いますけど。台湾にもありますか？而且不贵。あります。啊，这个。大部分就在东那个京都啊，因为他住在那附近啊。大概哦 ，DHC， 对啊 ，DHC 啊 ，DHC 啊，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 OB 啊。呀，我出したらまた。啊，我想起来再跟各位讲。没有，因为我为什么会去参观完以后，后来我女儿因为她说她要用，叫我去帮她买，我才知道 DHC 还是什么。没有，她有专门店，但是我说你去除了专门店，一般的药妆店买不到，只有在专门店才可以买。专门店在哪里？没有，都有日本各大城市。所以你当初自己的品牌的专门店，对，就像 Obis 跟 DHC 都是专门店啊。对，类似那样。哎，我忘了是不是 DHC。然后像朵莫利蔻也是。对，他们也是专门店。他刚刚讲这个是日本人经常用的那个化妆品，各位可以试看看。没有，你们不相信可以问他，他们用的药绝对不是台湾人用的这些药。是啊。真的，你们可以问他。感冒药。感冒药是什么？感冒药。感冒药是什么？感冒药你买什么？
不拢，爬不拢啊！哈哈哈哈哈！好难。那个大正，对啊，大正，不然就另外一个葛根汤啊，两种葛根汤跟爬不拢两种。露露露露，确诊就是。我婆婆也是吃大真的，对啊，他不懂，那露露没效，我先吃，我也觉得露露没效。他们在台湾卖的，他们那个成本有点不一样。对对对，那个其实都应该真的。他有，对，因为他有一些成分台湾是不能用的，对。可是你在台湾买到所谓的一些台湾，你要考他们等级。对啊，对啊，就那种。那个 carry on 那种，对，跑单帮的那种。一半毛的钱，你要开单子，因为有些不是你话，代代都拿毛弄好。嗯，啊，不然你不用去。哦，不用去。那个，各位看哦。这个我擦掉，感冒药、肠胃药就好啦。你这次去就代购，代购啦。现在台湾缺货，所以你对啊，老师，你的人数应该够，可以带那么多。可以帮你们带，你就不用写给我们了啦，你就自己记着就好了。我们几个人数这样，班长。不能，不能，嗯，不能，不能，嗯，阿朵啊，露露，哎，露露，刚刚有讲清楚。这是感冒药，也就是好多种。哎，露露，嗯，还没的。阿朵啊，台秀，汉波药吧。哦，汉方的那个。汉方的。他不容易是大症。一样的。嗯。汉哦，肠胃药。哦，那那个。那个啦。就绿色那个。大症。他没在做的那。阿朵啊。阿朵啊，我那个是美容院的，美容。哦，美容。表妹你哦，我帮我走了。表妹你怎么样？表妹你有，表妹你就表妹你是帮我养老，有。哈哈哈哈哈哈！还是要去。表妹你的是搞？有，没有。是表飞林，不是瓦卡莫多。表飞林，没错，大正。对，大正。表飞林，没得事，噶。呀，呀，跟你这不谈判了，有你不行的。对啊，所以就看你通常你自己用的是什么。表飞林。但是我刚刚看到一罐不贵，不贵啊，对啊，但是粉，但是它属于那边的，但是对啊，小孩子没有，没有，对啊，没有，对，对，之前都买的，没有贵的，哦，对啊，贵的，现在，哎，它是那个便宜的，我们秋标不贵的。对，行，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好咯。对，你说，耶，他那个是提鲜的，对对对，就表示很有效。我现在不能随便讲，我是流水席，我们跟别人讨论一个下午。六，我后来超开心，小老二，对，跟我去行。哦，我觉得就要用这种方式，他才会跟你聊这些问题。对啊，那个没有，我刚跟他讲，我啦，这个我在怀疑是中国药方，对啊，一定的。而表飞明是直接翻译过来的英文，表嘛，表飞有没有？嗯，命。完全中南方，汉方，他们很多汉方的。不是，重点是这个根本就名称就是中文啊。买了半天是中国字的。是啊，我们都不知道。那我每次看，因为连看字都懒得看，我只看到表慧明三个字，人家多买我就拿了，我连看都不敢。表慧明是什么？
肠胃那个照顾肠胃，类似益生菌。没有，他们偶尔也会吃。我刚有问他们那个什么东西，那个胃肠药里面那个镇痛丸，他们偶尔也会吃，但是还是以那个汉堡胃药为主。因为镇痛丸不是什么菌都杀吗？就是没有错，台湾很适合台湾人的体质，对，台湾人的体质是适合那个，真的，台湾人的体质超可。台湾人吃的很杂。对，所以我爸爸超爱那个啦、啊。对啊，我以前一定帮我爸爸带就是这样。超臭。哎，你们日本的化妆品呢？有什么牌子？一堆哦。对的，都没有。还有。K two 啊。SK2 没有 SK2 只是产品，还有四谷啊，四谷吗？资生堂那是老对啊，四谷、奥比，还有那个植村秀，你继续念，如果你答案念完就知道。是那个 K 开头的，我年纪大不太。加力宝，加力宝，加力宝是早期的，对啊。卡利博那个他知道，卡利博知道，都不是，加利博是最资深的，觉得他一系列的，对，他那个红色那一系列就知道，对，叫你去做印章，对呀，有个超过老公，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比较常用的那个常备药，各位可以做参考。露露不是露露，应该是露露。这个我从来不吃的，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呀、啊，这个让各位看看是。感冒吃一下。可以哦。这个只是让各位知道，你们下次去可以用这个用看看。哎，这个是这个哦，处方。知道哦。哈西卡达，我第一次听到。哈西卡达。台湾人没有在用这个哦。听都没听过，你们都没有听过，完全没有，要이마마데제주다지와미나하시하시가다노게쇼는키다고도모하비타민진은다반관심이있잖아요对啊，他们都没在过，对啊，他没有打国际，那是很当地的，对。啊，数字我们全，那可能本地的开价是这个，对，就是人家那种有的就是这样，就是操作我知道反应卡，哈哈哈哈哈哈，哦，应该有500，他说那个应该可以哦。那个化妆品各位可以试用看看，嗯，它很便宜，他说化妆水一瓶。才1000块日币，哦，那我们老师我们可以登记啊，你去来登记，哎，我这次去给你，我这次去带看找看看，对啊，我们今天又没有去，你要在那个网贩售的，对啊，网购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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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种阿玛族的那些才买的，然后有乐天什么这些，老师买的是买药跟那个，不行，然后我每天跑来跑去，怎么去阿玛族？你直接现在就，除非第一天就直送到你的饭店放着，你只要最后一天再帮我们拉回来就可以。问题，我每天在换那个饭店，最后一站啊，最后一站再放就好了。对对。对啊，反正我去再看看阿妈的，不是，他那个只有网购，这个只能网购，全部我刚问了。老师，你说的那个是什么哈巴吗？他这个是北海道无添加。不是哈巴，哦哈巴，我知道，真的。我爷，我跟你讲，伊上好真，超厉害，他很厉害，很厉害。那个很多东西我连听都没听过，他都知道。对呀、啊，每个人专长不一样。术业有专攻。哦，真的、哦。那个，所以我才跟各位讲哦，你们看这五个字，我之前跟你们整理过哦，各位要记得，一次记就把20个字全部记起来。这个是 pure， 对不对？好，明天。阿西达。这个就阿斯拉德，同样的 Kino， 我都对。接下来的这个是日嘛？
再来周月年，那个整个一起进去，就那个周就是空虚空虚，那就不用背了，你有阴读嘛，那你只要做上周是先周，所以这个就不用背了，上上周就先先周，所以这个连背都不用背，你只要记住这个加上肾就好。好，这个是来周，人数有一家超级大的，再来周，这个要注意是短音，不是塞，是沙沙来秀，所以这个是来秀。像这个你只要记住这个字，这个字，这两个音读音就可以了。所以越更简单，你看，这个只要念一个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来月，再来月，所以这个根本不用背的，这个也是先月，先先月，先先个字。所以一二三四五，我根本连背都不用背，我只要记住这个音就可以了，对不对？全部都一样嘛，这个跟这个完全一样，同样的道理。今年、明年就是来年，对不对？这个字再来年，这个也不用背，因为这个念念而已嘛，这个念口口息嘛，所以各位要知道口息。口嘛，所以金这个字很讨厌哦，你要记住，再念口，再念口，再念口。还有伊玛 ，Kisa， 所以这个字就顺便记。伊玛有没有？今朝 ，Kisa， 所以我希望各位这样去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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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五个念法？对不对？好，一样。这个去年它是去年，或者是去年。好，这个就是哦，托托西嘛，托西这个是托伊，有没有看到？差一个一而已。这个这个，了解了哦。所以。一次要记就二十个单字全部进去，就一口气全部串联在一起，你就不用一个字一个字背，然后顺便把金这个字全部记起来。时间上面比较特殊的 Q Kong Ko Kesa 一码，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边不但可以了解到金这个字的音读训读，昨来这些去年这些音读训读字，年这个字音读训读我们就全部都会了。所以各位可以了解到周这个字没有训读字，全部都音读。那月的时候是计算的时候就用月字，计算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月、上个月、下个月，哦，那种就是 get， 哦，那星期一也是念 get， 那份月份就 get， 这样听懂哦？月份就 get， 其他计算用的时候全部念 get， 这样你就不会搞混了哦。这个要特别注意。嘎子比较少，嘎子用的机会比较少，大概一月、二月一次嘎子，应该是三嘎子、四嘎子、五嘎子，那其他都是嘎子，嘎子又比，对不对？好，一嘎嘎子、二嘎嘎子，这个都是计算，这样知道哦。所以记单字也要用方法。我刚跟各位讲，这个是两个音节，这三个音节，这四个音节，这三个音节，这四个音节，不是吗？
所以你在考量的时候就很简单了，就不需要去一个字一个字死背。了解哦，方法很重要。我希望各位，你看到这些东西就一口气全部把它记起来，才不会浪费时间，而且你的连结性会比较强，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全部独立的，那是不对的方法。一个字一个字独立绝对不是对的。我们最糟糕的地方，坦白讲哦，学英文让我们建立起错误的语言学习观念，那个是非常要不得的。所以我们对英文的学习为什么会排斥力那么强，就是这样。我们的孩子那个方法，因为现在学校的学习模式就是那样，真的不好。那一天我看了那个什么延长寿的，那一天去图书馆无聊看书，看一看累了，又就刚好看到一本展示在那边的书，我就拿来翻一翻。没有那延长寿的书，你们这些年轻的妈妈们，真的他的书可以参考一下，他的很多观念是对的。那个也就是让孩子越早有国际观越好，真的。我们给孩子的东西都太闭塞，都是一味的给他们那种记忆，还有这一种。真正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孩子的视野，你一旦给他打开了以后就不一样了，真的。没有，我自己也亲身感受到。你看我们家族算很大，我兄弟姐妹八个，我太太那边七个，十五个，每个人都有小孩。那你想看看，我绝对敢讲，我们家两个小孩子大概是眼界最不一样。没有，就因为他们出国去念书，虽然花了很多钱，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绝对是值得。没有，他们在谈吐在价值上面就跟我所有的亲戚是不一样的，我自己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在谈任何一件事情论点的时候，在他们同才同辈的在讲话的时候，你一听你就知道差别性，就是国际视野的感觉。没有，这个就是我讲的，台湾的领导人也是一样啊。你有没有那个国际视野，决定你的高度嘛？真的，我不会演，我是新北市的，我不会演。那个侯友宜是一个好地方官，但是他绝对没有那个元首的高度，他的元首高度绝对没有郭台铭高。没有，我讲真的。虽然郭台铭上次讲那个话，我不是很喜欢，那骂人骂得太 over 了，但是我觉得说以国际观的高度来讲，他是够的，他是够的，真的。那柯P我也不认为他是够的，真的。那个国际观，那个国际视野才是你要知道他背后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就牵涉到你有没有去国外留学的那个历程。那个早期的留学生都是吃苦吃过来的，你们知道台湾到现在为止，现在每年去美国留学人数一直在降低，不止美国，连日本都在降低。我们那个时代因为学生越少嘛，人口就下降。没有，那个是一回事。现在最重要，现在的孩子父母亲有钱要让他们出去，他们也不要。你们知道全世界硕博士最多是哪个国家？台湾，第一名，知道吗？第一名。你知道我那天听我女儿她朋友讲，我才知道。你们知道，给你们猜看看，德国大学毕业生多少比率？德国应该不多，他们都是结婚的季节。对啊，重视这个技术，大概多少？大概多少？比例哦，五分之一，两三万，
我跟你讲，大概两成，一半以上的德国人不念大学。对，不念大学。他不念大学。很重技术。很可怕。你说，他们觉得就是大学那个都是精英分子。是啊。他们尤其硕博士的不到一成，连一成都没有。分工合作，你是做什么就找人来做。那个才是真正的教育。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要告诉各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那种士大夫观念，那是错误，非常严重的错误。每个人都认为我就要大学毕业，搞得台湾的技职教育基本功都很烂。真的，各位可以注意看一看，不是行，我们口口声都讲行行出状元，到最后都是硬要把孩子塞进那个大学里面去，对，学历贬值啊，是啊，已经没有价值了。现在是博士又怎样？那博士烂的要死，一个比一个废。没有，我是不客气的讲，那种观念都不对的。那个对他们来讲，没有。现在很多人是为了逃避，对呀，为了逃避才去读研究所的。我们那个年代是恨不得赶快出国。有机会就是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全日本留学生最多是台湾人，我那时候20000多，我在日本的时候20000多，那真正的精英全部不是在日本，全部在美国。那时候台湾最多在美国留学生30000多人，现在10000多，没有，那个代表什么？消长，我们在国家的竞争力在消退。真的在消退。我们早期去美国，就像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去美国一样，对，去了就不回来，回来是笨蛋。我们那个年代，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爱来不来随便你，那个。来留学，我们那个年代，学校园里面去哪里看日本人啊？美国人根本更不用讲，欧洲人也不用讲，一个都没有。但是，各位你现在注意看，台湾的大学里面充满了外国人，那是某种方面来讲是好事，表示台湾强，就某种东西台湾是强的，要不然他不会来这边念书的，不会。我们那个年代，日本人才不。对，那是南洋小。是啊。哎，那已经很多了，一个三哎六个系耶，学费超贵的。六个系学生全部要出去。对啊，南洋校区学费超贵的。还好，还好，只是我觉得，因为他全部住校啊，全部住校啊，啊那个地方鸟不拉屎的地方，你也住校没的？不住校，是哦，不知道住哪里。对啊，他没有地方去啊，泡温泉。泡到脱皮，知道？来把这个念一下 ，Q Q， 阿西达阿西达阿萨德阿萨德 ，Pino Pino， 我都都会，我都都会，空虚空虚，来虚来虚，沙来虚沙来虚，生虚生虚生生虚生生虚，来空叶子空叶子，来叶子来叶子，沙来叶子沙来叶子，生叶子生叶子生生叶子生生叶子，来都是。今年，来年，来年，再来年，再来年，去年，去年，来，我都都是，我都都是。所以你只要记住日文的年就是年跟都是音读训读就这样。来，伊玛，伊玛，凯撒，凯撒，来，月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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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记住哦。每一个字它在音读里面的差异性在哪里？
好，再来，开学校，来，来，连，考，明奈，看，来，看，来，有没有看到？这整段几乎没有单字可言，但是真正的关键在那个话。son na ni 这个 son na con na 本来要加什么？名词。ko so a do 的 ni na 这个连体词，它后面一定加名词。动作名词加助词加动词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变成那样的悲伤的表情。这边眼考不能讲那个脸，而是要翻成表情。这样的表情怎么样？心那里 demo 不这样做也怎么样？哦，有罗西也是可以。尤罗西也可以改成什么意义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必要因为犯错而装一副臭脸的意思，所以那样悲伤的表情没有必要做出来的意思。 Temo 的用法各位要记住，它也是逆接的概念、即使怎么样也怎么样的感觉，因为有摸嘛，所以 te 表示中间暂停，再加一个摸嘛 ，demo temo。好 ，te 型刚刚讲过，各位复习一下哦。动词五段动词音变 ，te 型 te 加上摸，这个都一样哦。再来第二个上下段动词。去掉如直接加 te， 卡变第跟 mas 型一样是 te， 沙变一样是 te， 形容词的 te 型，这个后面都可以加 mo 嘛。形容词一去掉变成哭，再加 te， 对不对？名词形动词各位要特别注意，它是直接加 te。这个两个都有可能，所以全部 demo demo。所以你看这边 demo 出现的时候，那助动词照理讲应该是 demo 才对，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讲过 si na de si na de 有两个嘛，两种形态都可以用，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算是特殊的。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就是因为他这个，所以西啊不能讲西那个，对不对？我们学过有这两种表现形态，要特别注意。正常的形容词变成 kudo 嘛，加表示理由嘛，陈述理由的时候用这个 na kudo 嘛。那以的范围比较做什么做什么，那以的可大赛那一种句型就是全部都是用那以的这一种，反而使用的比例比较高，这个要特别注意。那以的那个两种形态都可以算特例哦，这个算特例要特别注意，因为否定型不会用的嘛，你注意看。对不起，形容词一结尾不会用。用的正常变化来讲，你这样了解哦，这个要稍微注意，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特例的感觉，所以这个请不要做出那样悲伤的表情，
也可以的。莫明那瓦都会看哦。迎えてしまいましたから、あなたもお帰りなさい。所以你看，お帰り，お加第二变化加なさい嘛，表示尊敬型的用法嘛。お什么なさ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変えてしまいました，てしまう的句型，这个用。各位注意哦，这个是てしまう，这个是お加上ます型，加上なさい敬提ください的概念，对不对？那样的概念要特别注意。好，各位就复习一下お或者お。加上五段动词第二变化，上下段动词去如这样，你那里可达沙里那沙里的是，或者是是这样，代表谦逊的感觉。这个代表尊敬的感觉。有，所以在使用上面这样的转换规则记住以后，那塞就是那沙里，可达塞就可达沙里，你哪里的用法，这个都是串联在一起，你就不会乱了、哦、基本的规则记住。所以这边就是 OK 那塞，但是那塞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在日文单纯的五段动词第二变化上下段动词去如加那塞的时候，通常是用在上对下，这个要特别注意哦。没有哦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单纯。哎呀，可他的那塞就是。爸爸妈妈对孩子讲话，老师对学生讲话，上对下带有命令的口吻。可大赛也是一样，没有 O 这一个字，所以关键字是在这边，有没有这个字差很多。他的得可大赛跟 O 他的可大赛是完全不一样的， O 他的可大赛才是最近语。他每天科大赛带有一点点命令的口吻，吃饱那一种感觉、哦、那那赛就更是上对下的强烈感觉，那个就变成你赶快吃好不好？那一种感觉，拜托你赶快吃，有一点父母亲、老师对学生、对孩子不耐烦的感觉，这样子哦。所以这一种用法要特别注意，这决定考试考过不三的。那特别注意，那塞，哦，那个一不小心就会踩到红线，这个是很容易混淆。所以他这边有没有看到加一个 O， 用这个？为什么 O 比较多？因为这边都是动词第二变化，训读。我们讲过 O 后面接的这个字多半都是训读字，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了解。我的话多半都是音读嘛，我们用音这样子的哦。这基本的概念有了，那你就可以整个连接在一起，就不要分开记，分开记我们就会乱掉。你只要这样整理，慢慢的你就可以全部整合在一起了，可以哦。所以他在这边讲的是，你看大家明那所讲的意思跟明那桑有什么不一样，一个包含我在内，一个没有嘛。明那表示其他人，所以老师讲的意思明那哇开得西麦玛西达卡拉表示人一流，因为大家都已经怎么样，已经回家去了，所以你也怎么样可以回家的，
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卡拉也是一样，这边我擦掉哦。好，你们注意看卡拉，我们讲过，你注意看，把卡拉遮起来。前面みんなは帰ってしまいました，是不是句子？是的。这个あなたも帰りなさい，是不是也是句子？是的。所以两个句子的时候，这个的卡拉句子，卡拉句子就变成了什么逆接语。如果是单字的卡拉，表示什么？从哪个地方、哪个时间开始？同样的句子，啊，对不起，这是瞬间。如果是句子が句子的话，这个就表示逆接，也就是虽然怎么样，可是怎么样，瞬间就是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那同样的单字が的话，第一个代表主语，第二个代表什么？对象。这两个用法这样子哦，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它在使用上面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这边遮起来，这个就是句子对句子，可以哦。只要是句子对句子，完完整整。你说老师，那单字不也是句子？哎，句子不也是单字组合的？我怎么判断？看最后有没有结束。所谓的结束就是什么？名哎，动词一定是乌段或 mas 形变化出来的字，形容词一定是一或者是 this， 对不对？那名词跟形容动词一定要有搭或 this 结束才算，这个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名词跟形容动词要特别小心。没问题哦。好，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后面的部分。哎，这边我擦掉哦，这里是变化。所以读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不需要怎么样贪多，你真正能够把每一个关节 弄懂呢，比什么都重要哦。这个我全部擦掉哦。好，可以哦。好，我们讲过这个 KSMAU 的这个复习一下，动词 K 型加动词，这一个辅助动词的单字。我跟各位讲过，你要架构辅助动词的句型，你一定要把辅助动词有哪些字要记清楚，对不对？所有的辅助动词，我们讲过两个重点，第一个受受动词的全部，第二个其他 sonota， 对不对？其他动词。好，受受动词有哪七个？来，あげる，再来，もらう，不要跳，不要跳着记。你们记的时候就あげる是给平辈、给长辈、给晚辈，怎么记？沙西亚给鲁，给晚辈。亚鲁，来第二个，别人给我。库雷鲁，来长辈给我。库达沙鲁，最后一个我从别人那边拿到。莫拉乌，莫拉乌，
长辈从长辈拿到伊达达古，对不对？这补助动词第一个先把这七个记住，我给谁谁给我，这个一定要记熟。好，再来剩下的其他动词也是七个，我们讲过其他七个是有什么，按照顺序那个阿姨伟我的顺序来记会比较好记，有阿鲁去一个，对不对？来在，还有一个一路，对不对？来还、啊、没有放奥库，奥库，哎，来，库鲁，库鲁，这个，西马乌，还有一个看，米鲁，就是 这七个嘛。所以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总共十四个常用的辅助动词的句型。所以这边就贴西马乌的句型就是这边嘛，没有。以前我不希望同学去死记，现在我觉得应该要记，因为你记住你才会用，所以你就知道受受动词有多重要，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一篇文章里面用到很多 teshimau teoku teiru tekuru 很多很多，全部都是这边的运用，我们以往没有去整理，永远都不知道它到底有几个真正常用，只有这十四个，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了解哦，以往不知道就算了，现在知道以后就全部把它记起来，因为记了以后你才会用，要不然你绝对不会用。它不是很难，所以我才讲这是由在嘛。来去嘛，对不对？放着收拾看看，就这样而已嘛。所以你要记中文的是由，这个是在，这个是来嘛，这是去嘛，这放嘛，这是收拾嘛，这是看看嘛，对不对？没有这个地方你可以自己调整它的位置嘛，你可以去游在阿鲁伊鲁嘛，你也可以来去嘛，对不对？这样记嘛，放好收拾、收拾放好，对不对？这样就很好记嘛，收拾放好看看，对不对？这样就好记了，由再来去收拾放好看看就结束了，这七个字而已，再怎么样想办法也要把它记起来，了解哦。那那个阿给鲁这一些你就是记这个图嘛，我给平辈，我给长辈，我给晚辈，对不对？平辈给我，长辈给我，晚辈给我，对不对？再来，我从长辈拿到，平辈拿到，晚辈拿到，这个都是我，这个都是我，所以这个记这个就可以。摩拉乌，这是库雷鲁，这是阿给鲁。只要记中间这个，你就知道了，再联想起来出推出去就好。基本中间那一条线全部要记，再来沙西亚耶鲁伊亚鲁，你就知道嘛，你就不会跑掉。库雷鲁库达沙鲁，对不对？摩拉乌伊达丹，你就这样回嘛。这十四个很快就可以记住，反正就不断记。有碰到就复习一次，有碰到就复习一次，久了你就自然全部记住了。绝对需要时间，所以这边就是到最后，你大家都已经回去了，所以你也可以回去吧。So stay， 我们讲过 So stay 跟 Solekara 的差别嘛。
接下来，对不对？这是换一个场景，另外一个一件事的感觉。这个索雷卡拉是接着做，好，各位要记得索雷卡拉是接着做，这是换个场景，这样的概念去记忆它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怎么样？他说，然后这个可以讲，然后吧，不要用这个，换个场景比较，然后。做完某件事情，然后怎么样，对不对？这样比较容易懂。然后明天怎么样？懂哪个懂？有没有？刚刚困哪神哪？有没有？这个用咪转为这个直接加名词，啊，对不对？啊 ，demo 又来了，用 demo 的句型，有没有？动词 are 变成初音变加 demo。所以刚刚为什么要举那个变化的例子给各位看啊？所以明天不管有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怎么样？一定要来学校。那给你吧，一给马上这个用 U 表示肯定的，终点用咪嘛归着点，这个来到哪里？学校，这个就是形容词，否定型，假否定的假定，再加否定，双重否定，可以哦。这边字没有问题哦。来把这些字念一下，没有，因为这些字太重要，你碰触越多越好，记越快越好。反正十四个，不管怎么样，就多念多念，就会有感觉了哦。辅助动词最重要，受助动词七个，其他七个这一样，你来记就快了。来念一下，阿盖鲁，阿盖鲁，沙西阿盖鲁，沙西阿盖鲁，亚鲁，亚鲁，库雷鲁，库雷鲁，库达萨鲁，库达萨鲁，莫拉乌，莫拉乌，伊达达库，伊达达库，还阿鲁，阿鲁，伊库，伊库，伊鲁，伊鲁，奥库，奥库，库鲁，库鲁，西马乌，西马乌，米鲁，米鲁，好，这个全部都记哦。虽然我不喜欢同学背，但是这个地方还是要。好，这个另外形容词的句型，重要的句型没有几个哦。第一个，那给你吧，因为那的假定型嘛，形容词的假定型变化再加一个。马线，或者是哪里马线，这个都是什么？双重否定，啊，负负得正。这边有一个哪马线，那你可以马线跟哪里马线有什么不同？哪里马线从哪个字变过来的？原型哪里？一马线呢？一股一股一股变成一 k 五，变成一 k nine， 变成一 k 马线，对不对？所以它的变化来源不一样。这个我们中文讲的不行，这个是不可以那种感觉，这个比较强烈的禁止。这样知道吗？你不能做这个事情，你不做不行。这样了解？因为一股是去嘛，一个鲁是可以去，一个奈就不可以去，也就是你不可以做，带有强烈禁止的意思。哪里马塞比较婉转？这样知道吗？所以它这个比较什么？一个马塞啊，对不对？表示老师强烈要求他，你明天不管碰到天塌下来，你也要给我来学校，那样的感觉，知道哦。老师，这他两个搬起来都可以做，都可以，必须必须。
对，因为不怎么样不行嘛，假如不怎么样是不行的，假如不怎么样就不会变成那样。那这个之外，形容词的重要句型，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也是假定型，可以理吧？这个是再来原型，或者这个就变成越怎么样，越怎么样的句型。形容词最常见、最主要是这两种句型嘛、啊，形容词的变化都假定型的变化。那什么什么给你吧，我懂嘛、啊。比如说，お金は多ければ多いほどいいです。钱越多越好，工作越少越好。它是两个形容词的并用啊，同一个形容词哦，这两个通常是同一形容词，有没有？多吗？这样子哦，同一个形容词，哦，这种用法，这两个句型是最常见、最常见的那个形容词变化的句型，很常用的哦。一个是越怎么样越怎么样，一个是不怎么样不行，双重否定变肯定的句型。所以这边有 nine 有 nothing 两个双重否定，可以吗？其实讲实在话，这一篇小说你真正能够全部读懂，你基本上已经最少具备那三个词，跟你保证了，绝对的了。因为它所有的句型全部是 N3 的句型啊，你不相信你把这篇读完以后，你再去看那个 N3 的考古题里面的文章，你会觉得 N3 考古题的文章很亲切，所以句型你都读过，我不骗你，不管你那个你真正不会的反而都是带单字，你那个文法你绝对可以看懂100%，我给你保证，真的那个是不一样的感觉。可以哦。好，再来看最后一句，あなたの顔を見ないと私は悲しく思いますよ。きっとですよ。这种用法是很特殊的副词，直接加です，对不对？这个就是きっと，就是一定，你一定要怎么样，要来哦，你不来不行，也就是我们相互之间的什么约定，約束。哦，这一种你的脸咪奈都，我们讲过动词原型包括否定型原型，各位要记得，从现在开始你读任何东西只要讲原型就是广义的原型，动词原型加都表示一怎么样就怎么样。哦，你这个就是说你的脸，我没有看到的话，没看到你的脸的话，我就会怎么样，感到什么难过，悲伤难过。所以我们约好你一定要来哟，你不来不行，那个意思可以吗？
可以哦。所以你看这边比较单纯，形容词变成呼修是动词嘛，对不对？对。好，好，再整理这个，这边我擦掉哦。好，各位注意哦，这边我们讲过假定型有四个嘛，第一个 po 的助词，第二个 ma 假定型的用法，第三个 tara， 第四个 nara， 对不对？我们讲过这两个是必然成立的结果，有必然结果。这两个的差别，托的是自然转变的，妈是人为可以转换的，这样知道哦，大概的差别，你就记这样就好。这两个非必然，然后这个差别是因，有这个因才有这个果，这个是倒过来，要拿到这个果就必须要有前面的因，就这样，这样听懂哦。意思就是说，你骑车就请你不要喝酒，骑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就这样。你要开车的话就请你不要喝酒，就因果关系倒过来，他来跟他来。你只要这样记这四个，就很简单，就可以记住。同样要背，就跟今天刚刚前面单字的部分，我跟同学讲的一样。我希望各位怎么样，牢牢记住记忆的方法。我怎么样把那二十个字记下来，而且不会混淆，那才有意义。同样的道理，这四个假定型，我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方式记住，记住以后你不清楚的地方再回去看以前的笔记，详细写的地方再看一看，这样就够了。要不然你用这样来判断，基本上都不会差太多。所以你看这边假定型，对不对？假如你不来的话是不行的，对不对？因果嘛，那我用他来可不可以？可以的。哦、那八的话一定是必然的嘛。哦，意思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希望你就是这样。那人为可以控制的，是不是就可以跟他贴合在一起？我希望各位直接去看那个感觉，而不是怎么样，不是硬背，你背不起来的。很多文法书，我跟你讲，拖拉、他拉、那拉，保证你看不懂。真的，不要说你们，我也看不懂。不是因为写的太复杂了，太抽象的东西，我们不容易掌握住，这个就是问题，知道吗？可以吗？所以这边的句构的转换，我蛮希望各位好好去运用，好好去运用它。有没有问题？这个部分，你们现在慢慢干这些东西，应该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吧？可以看懂了哦。以后你们要练到什么程度？我在读的过程里面，我大概就已经要知道它的意思才可以。就读过，其实坦白跟各位讲，我在写一遍的时候，我已经在重读了，真的，所以我每抄一遍，其实就读一遍了，那个就是已经习惯了，那一样不断不断这样练习就 OK 了。啊，顺便跟各位讲，
我这一次去那个才知道，去查了一些资料，你们接下来如果要去日本，有很多区块哦，都有特定的周游券。像我这一次去的是走濑户内海嘛，濑户内海周游券五日，哎，没有七日券，七日券才4200块台币而已，可以坐新干线，很便宜啊，很便宜。然后那个三阴三阳，也就是鸟取县那个那一带的，也有周游券，也是两一样，一周左右20000块日币啊，也差不多4000-5000块而已。所以我才跟各位讲，因为那样你用新干线这个来旅游日本这一种是绝对最划算。所以你看嘛，为什么我每次出国都是会选9天？就是利用这些票券，它7天嘛，你扣掉第一天、最后一天坐飞机不要用。像这个，你如果充分利用7天的话，你去8天都没有关系。最后一天，它可以坐，可以回机场，可以到机场。对，哦，知道，包括机场的那个票都有。要不然，你如果我们只是坐其中一段的那个。直接到广岛，从大阪到广岛，将近要10000块日币耶。光是那样而已，就要10000块。你说10000块就2500块台币啊，就崩没有了。你看这样，7天，而且随便你坐船也可以坐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打算顺便杀到那个哪里，四国。去仓库，仓库也很漂亮。仓库啊，我就是要去仓库坐脚踏车到那个。对岸的、啊、哦，你过那个桥、哦、很累耶。不会，我骑过了。是哦，我骑1/3啊。没有，那边很漂亮啊。对，对我骑过。那一段脚踏车道，我那如果一定要骑一次，在南国也要骑一次。大概我骑过的段落里面最漂亮。对对、啊。它跨6个小岛嘛，所以我才建议各位去，而且它有专用道。就脚踏车专用道。老师，你是那一团年纪最大的吗？敢讲，你没有信那个年龄歧视的、啊。当然最大，但是我绝对敢讲，他们的体力没有一个会比我好，没有哪只有4个而已、啊。他们家是一个，就是之前他们跟我一起去日本看那个房子的那几个。哦，对呀、啊，因为之前去过，大家觉得。都还 OK 啦，所以我就说我想去那个，你们要不要一起？那就是拖油瓶。没有啦，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说他们搜寻网络，他很找资料，找资料就很快了。他怎么走怎么走，他很细心啊。这种组啊，就那个对啊，真的每个人都有才对对 對, 对啊，因为有稍微分配工作的，啊，因为分配工作，啊，一个专门负责订那个房间嘛。哦，就这样，他就负责干。老师是翻译嘛？对啊，对，我只能是管他翻译跟导游啊，跟领队。对对，人当然没有用，没有。其实我最主要这一次是去探路了，以后自己要去还会去的、啊，因为我还想再去走，要把熊野古道全部走完了、啊。因为这次去只走一段冬天嘛，方向它不一样，没有，它有7段的、啊。哦，然后最主要要去。吉野山嘛，那想要去看那个，因为那个是日本最重要的圣地啊。高野山。哎、啊，高野了，不是吉野，对不起，高野山嘛，去高野先去看嘛，然后我们就坐车下来，走其中的一大段，那6段等下次天气好一点再去走。我现在是在计划那个什么，那一天没有暑假，暑假很热，没有暑假，我发现到一个心里的少，不是那个我跟你们讲过东野哎东北三大祭，哦有吗？8月2号开始到8月10号就可以全部看完，对啊，他全部 overlay， 对，所以那个我这一次查资料呢，有7月初的吗？就8月2号到8月10号，对啊，这个我们做干灯啊，睡魔干灯七夕嘛，
这三个全部 overlay， 所以你只要这三个全部看完就够了。青身三行线。对啊，那个这三个一定要去看嘛，那一次看完花掉时间而已啊，你去那边实际看，你一个礼拜就看完了，剩下三天你可以去走二十七道，然后那个刚好在二十七大区，你可以走一段，那去看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带。莱芜内海不是的，哎，奥布莱西，走了那个。对啊，刚好是在那边。青森啊，苹果吃到饱。对啊，夏天没有苹果。人家我要去海吃海鲜比较好。想到吃，大家马上精神就来了。那真的没苹果，很远。对啊，夏天没有苹果吧？但是夏天水蜜桃就够用了。对，也是。夏天就水蜜桃。真的。水蜜桃更棒，不过那东北不是水蜜桃的产地啊，水蜜桃在比较南边一点，水蜜桃冲绳，但是它有那个啊，夏天它哎没有，这个也是这个季节没有了，草莓嘛，哦，还有草莓，他们那边的草莓超大，对 ，Okinawa 螃蟹应该是福盖头比较，我是看到会惊。Okinawa 的话是，该吃什么？就是比较特殊的那个。老师，七月初去哪里比较好玩？去待家里最好。没有啊，七月初我只能七月初出去。那个看烟火，去看烟火，去日本看烟火啊！日本烟火是最漂亮，你最少可以看三个。没有，为什么顶多三个？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哪里？对呀、啊，去看那个烟火，日本烟火是很棒，但是不要去京都，京都很热。嗯、对啊，我觉得夏天好热。对呀、啊，七月在家最好。哈哈哈哈哈。是想要在很热的时候再去。可是我们现在就只能那个时间点出去啊，其他都不行，就只有那个不用舒服。暑伏七月二十几号才开始，所以我只能七月初，一整年就只能七月初，对，而且连续好几年都只能这样。标上去了，可是没办法、啊，没办法，真的暑假就是对啊，没办法，通常都二十来多大，七月一个国二的时候，可是他们弄的比台湾快，台湾是湿的，对啊，对啊，它是干的，对。对，我们学校都是提早考完，他就让你飞了。对，可是现对，但是我又卡在两个又不同学制，就是对一个小学一个国中又不同时间。台风的问题，台风都一直去日本，它整个气候改变，台湾可能不太有台风，都往北跑。对对对，七月初台风比较少。七月初还没开始。通常都很多都是那个、啊、期末考完就飞了、啊，对啊，对啊，嗯。月经美经。然后以前我儿子幼儿园那个老师啊，他是暑假完好以后就订冬那个寒假的机票。我以前都是那个什么，一考马上就跑，对啊，结束。嗯。小孩的时候都请假。对啊。另外一个是六月的时候我之前就是六月去日本，一直在下雨。对，六月雨季。对，日本的六月是雨季。嗯，那个时间点。那个、欸、我在讲话你们要注意偷听没有那个是练习在讨论行程啊他说如果夏天最推荐就是那个北海道因为比较凉爽北海道第一个那时候天气最舒服第二个东西又好吃、那个时候是最好夏天要去玩就是北海道然后要看烟火的话，大阪这边最大的是这个。この淀川はですね、电川，这个字很难念哦。好，要不然就是
这两个都比较大，琵琶湖。哦，觉得。另外，老师大力推荐。对啊，这两个一定要。这是关西地区，你要看就这个。老师，那这是七月吗？都七月。哦，七月。日本的哈纳比大概都是七月开始到八月上旬。也就是三四十天左右，嗯，然后这个比较容易观赏的地方还是那个电川这一边，有这样子哦。那其他那个他们放烟火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所以你看嘛，为什么九天六日刚好可以看三到四次的烟火，没有，因为他们是分散的，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那个那一个月礼拜六礼拜天每个地方都有放烟火，大小而已，所以你最少要抢这两个。那如果是东京这一边都是神秘大高啊，已经算很大的了，天川是一大高啊，是一大高啊，大概就够了。东京这一边，我是觉得大概了解一下这些大的，你看过以后，你大概其他的烟火，你台湾的烟火，你大概就不想看。没有，日本的烟火真的很漂亮。我以前在日本是追烟火一族，我在东京所有的烟火我全部看过。我每个礼拜六礼拜天跟疯子一样，绝对不会在家，每个晚上都跑去，再远我都去，最远坐了1000多块的车票，你就知道多远。那个已经是脱离东京，已经到东京边缘去了，因为1000多块已经坐到很远很远了，你那个到迪士尼乐园也不用1000块。几百块而已啊，你就知道我那时候都会跑，没有为了看烟火，那是一个兴趣啊。所以日本的烟火我看了蛮多的啊，这个大概知道。这个 Yodo 的意思就是什么？那个水停滞不动的那一种，这样子哦，那是 Yodo 哦，这个要知道哦。琵琶湖也值得去走一走。觉得这个地方，那私密我们讲过，角落这个东西哦，这个字就一起记哦。我们讲过嘛，这是哈斗，这是史密，对不对？这个史密同音异字就是碳，还有什么墨嘛？这几个字都一起记 ，A 的 A 的，那个角落这样，好，所以什么意义啊？这不要了，太复杂。然后这个我们看那个鬼灭之刃，这个的音符就是碳嘛，碳这种，好，这个就要知道。音读就碳嘛，中文也念碳嘛，同样都碳，所以那个这个碳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化学的那个什么元素里面的碳素嘛一样，所以为什么叫元素？日文就是用这个素嘛，所以碳素就是碳嘛，这样子哦。所以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就是一酸化碳素嘛，这个就一酸化碳素嘛。所以氧气就是上锁嘛，知道哦。所以一酸化碳素秋都够，就是一氧化碳中毒嘛。那你酸化碳素就是二氧化碳，所以这个就不用背了，这样了解哦。这个是三个探索，你三个探索，这个就是日文化学式的用法。所以他们元素我们不用数嘛，但是日文全部都用数。啊，它还有氢就是金属，
字数，那个都很难的字哦。金手就是金手，啊，这个都不需要死背的，你念过有感觉就可以了。啊，这个日文主要所有的单字就是三手，我们比较知道嘛，氧气瓶就是三手，所以那种单字都不需要死背，可以哦。到医院去，一天到晚听到三手三手就是这样。酸素，那为什么叫酸素？氧化以后就会变酸嘛，所以才叫酸素啊。所以他们的概念跟我们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变酸？就是这样，氧化的结果嘛。啊，酸性体质还不是氧化的关系？对呀，都是一样。了解哦，这个东西都不要死背，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我擦掉。东北三大纪刚跟你们讲的哦，顺便记这个哦。这个都不好念哦，这是 Nebuda Kando Tanabata， 这个都是哦，我忘掉日期了，大概全部都，我刚跟各位讲，它全部都是在八月二号到八月十号之间的，哇，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九天刚刚好，你只要一个礼拜就可以全部考完。Nebuda 是在。哎，那个，这个是阿基达，啊，这个是奥姆里，哎，啊对，那这一个是，哎，七系是那个独眼龙正中那个，那个叫什么？哎，那个线叫什么线？啊，仙台啊，哎呀，哦，这我经常给他忘掉。仙台有谁？阿基德。你都用吃的来记地名，哦，厉害。没有啦，地名不好记啊，那个我每次都会记错。仙台，仙台，阿基德，秋田，内蒙古坎多。跟那个塔拉巴达，那个塔拉巴达是什么？它是把它用纸做的很多种颜色的装饰品，那个放下来的。我先确认一下，那两个不知道有没有浊音。因为有时候浊音都会分不清楚，有浊音没错。对，没有错。各位要记得哦，干灯记就是他们用竹竿撑那个哦，这干灯记是这样，一排一排。这样，啊，然后这边挂灯了没有？睡魔记，啊，睡魔记是装饰车灯车那一种，这个大概四五只吧，他们就会这样，
这很厉害啊，这个超厉害的。他那个一个竹竿大概就跟我们晒衣服那竹竿那么长，那个最长的，他用手撑住，他这样边走，他有时候撑在腰，他有时候撑在额头，就这样撑着走路，然后一个晚上几百只出来，几百只，这个就干登进。各位可以去看一次啊，我是有看他们私底下表演的，现场的真正干登记我没看过，听说非常非常的厉害，真的，一定要去看一次的，我一直期待的去看就是这样，没有今年如果能够成行都想要去看一看，要先买票，对啊，要请当地。而且我听朋友去过的跟我讲，那一阵子那一个礼拜大概订不到房间，大概啊，他说大概，除非你半年前就要订，半年前，对吧？真的，要不然我也订不到。没有，我现在在想尽各种办法，看可不可以住到朋友或学生家的，赶快跟他套交情，然后。塔拉巴达它每年都会不一样，它会秀出五种那个灯饰，很漂亮。那个纸做的，它都有博物馆。各位有缘，啊，尼布达有来过台湾。有来过。对，尼布达有来过台湾，只有一个。但是它这个真正展示的时候是一列全部都是的，而那些全部都是在讲日本战国时期武将的故事。各位可以去看一看那个。那个最近无聊就看了一部日剧哦，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看。那个叫什么？那个，恋爱世界男，超级男那个，那个有点搞笑的。那个男的是一个大老板，那个想要追那个。新进的员工，他在讲这一段故事。那个最后一集有讲了几个很有意思的话，没有，各位只要看最后一集了，没有，前面的是酝酿而已，最后那个才是精彩。没有，那个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写照。他在讲这个嘛。他说：“幸せで何？我们拼命在追求幸福，到底什么才是幸福？”他说：“他是在讲那个所谓旅馆的经营嘛，在讲旅馆的经营的故事。那恋爱是什么什么第一难，超级难，那个片名。那他到最后那一个他讲的语重心长的一句话，波流跟波流，波流，哎，对，女主角波流，对，波流演的不错，他很会演，超会演。那他在讲，不是他讲的，是那一个另外拿到那个旅馆业的第一名，一直维持第一名的那个男主，第二男主角，第二男主角，他最后放弃所有的经营嘛。然后那时候就讲这一句话，幸せで何？那个，其实他就是在讲这个嘛，夢。夢で何？我们到底我们的梦是什么？他说幸せ跟梦是一样的，在堆在一起的时候是一样。他说我们每个人都立志很远大，两个人他们两个竞争。第一男主角、第二男主角都一样，都想要成为那个旅馆业界的龙头吧。结果当然都是第二男主角赢嘛。但是他说，你真的拿到这个的时候，拿到那个目的的时候，你觉得你快乐吗？他就是因为不快乐，所以就整个放弃。他觉得不应该破坏整个。大自然的土地，
那不应该盖大楼起来，用保留原有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他就后来就住到山里面去，盖个小木屋，就是那一大片土地，整座山都是他的土地，他只盖了一间小房子，剩下就是那个，他觉得什么是西安和尚，就是我们在探讨这样的问题。没有，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虽然前面那边拿的我只是无聊，因为全部是日文字幕嘛，我就故意全部弄日文字幕，然后练习听跟那个。我有时候会随便找那个随机取样，然后就全部用日文来看。那因为那一部全部都有日文，我就想说好，就看一看。就看到最后，没想到谈到这个蛮震撼的，各位可以看一看，可以吗？这个大概知道一下就好。好，来念一下阿欧摩里，阿欧摩里，内布达，内布达，马兹里，马兹里，阿吉达，阿吉达，康都马兹里，康都马兹里，仙台，仙台，塔纳巴达马兹里，塔纳巴达马兹里。那我蛮希望各位都要去看一次哦，这个一定要去看。那个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哦。我有朋友他是怎样，他在他手机里面有一个笔记本，是全部记他未来要去玩的地方，全部列出来。他一听别人讲觉得不错，他就把它列到那边去，以后要找才知道有这些的地方，要不然都不知道。我觉得那不错啊，我都想说这样做蛮不错，要不然有时候看日剧看什么东西觉得、欸、这个地方好像不错，那个感觉一下子就跑掉了。这一部那个你们刚刚讲的恋爱特别超级难，那个他那个拍的场景就是在全部在 我感觉好像是在那个横滨嘛，在油瓜嘛，那个场景是全部在油瓜嘛。他有拍到那个油瓜嘛那边那个超高大楼的、嗯、就是他的办公室就用那个做背景嘛。第二个是那个公园，他那个横滨公园旁边不是有那个那个应该怎么讲，仓库改建的那个、嗯、有没有有卖有的没有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都有出现嘛，所以你在看的时候才会有比较大的感觉嘛。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你才会想要再去走一走，走一走体验就不一样了。像我这次想要去看那个广岛，那一天去，对啊，核爆，就是那一天去图书馆闲晃，就看到有一本书就叫《ヒロシマ、ナガサキ》，全部都在讲那个原爆的那些日记嘛。我就读一读，越读越难过。没有，那个太残忍了，那个是你看他描写你都会觉得太可怕了。来把这个念一下，卡斗卡斗史密史密，这个大概知道，这个都是史密哦。来，哎呦，探索来，以上卡探索，一三加探索，一三加探索，一三加探索，来接手，接手。这个大概知道一下。那个字面上我们都很难懂哦，氢、碳、氧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学理科的人要了解这个都不容易懂。来把这个念一下，そんなに、そんなに、悲しい顔、悲しい顔、しないでも、しないでも、よろしい。よろしい。もう、みんなは、みんなは、書いてしまいましたか。書いてしまいましたか。あなたも、あなたも、お帰りなさい。お帰りなさい。所以你就知道这边お帰りなさい。我们通常都是口语，就死背お帰りなさい，用在哪里，都认为只有在那个地方用，不对，在这个地方对话的时候可以用。そして明日は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学校に来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よ。学校に来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よ。像这么长，如果念不完，你可以念こなければ。
中止假定型中止型的地方都可以停顿，哦，没有关系。再来，阿那达罗，阿那达罗，卡奥米奈多，卡奥米奈多，瓦达西瓦，瓦达西瓦，卡西古罗莫伊马斯尤，卡纳西古罗莫伊马斯尤，基多德斯尤，基多德斯尤。所以，当你们在读完以后再念的时候，很多东西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感觉哦。好，再来各位看这个，后面这个比较简单哦。送来我，如果说他超过五点就来。对对对，所以你下午都在。对，我都在。对对，嗯，那你就 stand by， 看厨房通知我，好，就帮他这次好。那我等下会给你定制，嗯，然后给你定位。好，因为你本来都在下面，你不想没办法上班，你要停到我家楼下。哦，好，这样。那公司停在我家楼下哈，你就要卸货卸在我家楼下，这样子。好，辛苦，就帮我搬很多，不用来，不用害怕。承德路好像有那个店，我知道，对，对对对，我也要打电话去跟他确认。嗯。你看他这边，光是这一段里面就出现两个不助动词的。你看，贴科大赛，这边的贴喜帽，对不对？我们刚刚十四个，你就知道他在这里面所呈现出来，你就知道那十四个不助动词的词用频率有多高。他警你到处都是哦。好，我们看这个，来先把这个标音念一下，来说，一，给老师，先生，来普，莫库，莫库，来里面，那个，来葡萄，来葡萄，有浊音要特别注意，来房，沙豆。沙呼沙，哎，这个不能忘哦，这个来装进去，一勒的，来我，风格谷对不对？来海岸，印度，海什么？港，来通过，托里，啊，这个，湖内，来无聊的，芝麻奶奶，来加。好，五七窝里，再来回家，开利马西达，说直接，好，这一样，运动，好吃，好吃。所以我才跟各位讲，我们实际上在解读的过程里面，你越读到后面，你那个会越快的，原因就在这边，单字你已经都会了，几乎都会了，所以。读到后面，你那个单字还没有记起来，表示你没有认真读，没有，因为这些字已经重复出现太多遍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要看字句？为什么要读小说？因为它会不断的重复。当我在不断重复的过程里面，我所有的单字我就全部进去了，知道吗？哦，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这个是谁给谁？这边老师给我，对不对？给我什么东西？串葡萄嘛。啊，怎么样？偷偷的走。对，用偷偷的感觉比较叫轻轻的、静静的、静悄悄的、不出声的，把它放到哪里去了？我的什么包里面，对不对？对。那老师说前面的事情嘛，这边终止行嘛。对。所以我们讲过，你看这个，刚刚讲过，口说啊的练习，对不对？昆啊、孙啊、安啊、东啊，加什么？加名词，再加助词嘛，对不对？这边是一样，口说。阿斗就是破受阿斗加什么动词？动词，所以他这边加动词，有没有看到？所以受你给老师说刚刚的，你明天不来的话，我会难过，对不对？所以请你一定要来说那样说了以后的老师，对不对？这边终止行嘛，对。老师怎么样？往我的包包里面来，这个呢代表什么？终点嘛。所以我来跟同学讲，我们在讲助词的时候，呢怎么样用，对不对？如果前面是地点位置的话，它代表哪几个？终点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想到呢地点都要什么？终点之外还有什么？有什么？由外往内嘛，也可以啊。我从外面把东西塞到包包里面去，概念是一样嘛。还有什么？静止不动的嘛。所以它基本上在这边不可能静止不动嘛，从外面塞到里面呢嘛，对不对？好，然后如果上面放时间的呢，代表什么？时间点嘛。好，如果上面放人的呢，表示什么？对象嘛，对不对？这是什么样的对象？间接对象嘛。一样的道理，物的话也是什么？一样对象嘛，对不对？哦，还有时候物加呢的时候，或附加上去的意思也有嘛，对不对？好，再加上去嘛，所以基本上人、时、地、物、事嘛。那样的感觉嘛，这个是大概就是比较常用的这几个呢，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反正你记住呢的基本概念，在日文里面就是点的概念，O就是什么线的概念 ，A 就是什么的概念，面的概念。点线面的概念掌握住就可以了，哦，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点在我的包包里面，这个要特别注意哦。我们讲过日文的比较最高级用什么 A？ 随便举个例子，くだもの A。林檎が一番好き嫌いです，对不对？这个就是比较的时候的で，这省略了什么？の中で，而不是の中に，要特别注意哦，这个要特别注意，是不是跟这个很像？哦，所以什么时候用呢？什么时候用的？要特别注意，呢是放到里面去，那个的的是比
较对比，了解哦。A 出现就代表在某个范围里面，概念就是面嘛，在这个范围里面的东西，可以哦。你一定都是点，所以这个概念，这个就是点的概念，这个就是面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概念，可以哦。这样比较容易了解哦。好，所以他把我装到里面去，这一个装入这个要特别注意哦。你这一个还有一个是 hide 是自动 ，hide 是他动。就这样要注意，所以用 O， 你这个 the hide， 这个要注意哦，这是 O， 这是 the。我把钱放到口袋，我看你，我看你，不过咯，你一类的 ，O 你一类的，装进去。直接对象、间接对象，概念是一样的，所以那一定是用 O hide， 我走进房间，这样子哦。所以 hide 跟 ilu 要注意，还有它相对就是 delu 跟 das， 出去哦，拿出来，这比较好判断，因为是他动。都自动嘛，就这两个哦。这一句应该没有问题吧？来了，后面这一句谁要练习翻译看看？来，哪个同学练习一下？因为这里面很有趣的地方在哪里？你看哦。那个同学翻这一段看，快一点，快一点。包括吧，いつもの用意海岸通りを眺めたり、船を眺めたり。各位注意看哦，两个眺める，眺める是什么？汉字眺望，对不对？这边为什么希望各位练习 ？Tari Tari， 用同一个动词，我们很少看到。第二个后面 Naga 啦，对不对 ？Tari Tari Naga 啦，这种并在一起运用的做法，好。然后怎么样？そしてぶどうを美味しく食べてしまいました。所以你看。刚刚前面讲过辅助动词的 te futa saru 跟 te shimaru， 不就是这个是受受动词，这个是其他的，有没有？刚刚那个受受就念 juju doshi， 这念 ju， 这个也是念 ju， 受受读音都一样嘛，这个是其他的动词嘛，那七个跟那七个不是吗？来，哪个东西试看看，快点，这不是很难，只是我要让你练习 tari tari 跟 naga 啦，你怎么翻出来，就这样而已。然后那边有一个 yoni， 就这样。我问各位，这个 ni 代表什么？这里面的，对吗？终点的概念也可以嘛，对不对？好，那么。
那个窝呢？这个窝。这个窝跟什么不一样？这边我把这边擦掉哈。好，我们学过窝有什么？这个对象，对不对？还有上面画布是对象比较多嘛，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地点的窝，对不对？对，这是由什么内往外，还有起点，还有跟一是相对的吧？还有什么线性？线性嘛。所以你看这边的 O， 这边的 O 是什么？对象，对象物嘛，对不对？而且这个是什么？直接对象嘛，不是吗？那这个 O 呢？看吧，线性，线性的感觉嘛。你看，我一看是这样扫描过去，是不是线的感觉？那概念的问题了，对不对？来吧，来吧。谁要练习？快点快！快快快！练习的，你下跑来了。练习一下，快点！什么摇头？摇头，头会掉下来。我没有，我没有。怎么没有心灵法？快点！哎，你是那个，你刚从日本回来。归国华侨。归国华侨。我跟。我一如往常的，然后走过海岸，然后去眺望海，然后眺望海，眺望长，同时呢，也不觉得无聊的就走回家了。没有，是妈妈那里是无聊的哦，无聊的走，然后就回家了。对，然后呢就吃完这个葡萄。把葡萄吃光光，对，把吃的葡萄吃掉的意思。到这没有了，你们就是要这样翻出来。为什么要这样练习？你才知道那个你的感觉，中文用字措辞对不对嘛？所以你看，他讲我但是我一直摸，我们讲过一直摸，各位知道哦，疑问词。我们讲过很多次，加摸代表什么？全部表示我和什么什么一样，和平常一样，也就是说没有变嘛，全部都是这样，对不对？和平常一模一样的，怎么样？顺着一边眺望着他里他里做什么做什么嘛，一边眺望着海岸线的。眺望着海岸的马路以及什么船嘛，这两个一个动作两个动作都一样嘛，一边这样看一边怎么样，很无聊的，就是像失魂一样无聊的怎么样，回到了家里面嘛，然后怎么样，把葡萄怎么样很好吃的把它解决掉，美味可口的感觉解决掉，就这样。没有，这边我希望各位练习的就是那个美露，还有那个啦，他里他里那个啦。我们以往在一般课本里面学到多半都是他里他里是的，很少他里那个啦，他里他里那个啦。一边做什么，一边做什么，那个是重要的，可以吗？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你们现在发现读到这边来，你们应该对这些句型都已经很熟了。你有没有发现到他一直使用同样的句型？他最喜欢用，我觉得用最多就是 taste mom， 从头到尾最少用过一二十次。真的，你不相信回去去找 taste mom 看有几次。他非常会用那个什么不助动词，非常会用，用得很好。来，把这个念一下。所以的，先生话，先生话，我困在卡邦的中呢，我困在卡邦的中呢，速度，速度，不断的呼召，不断的呼召，入れてくださいました，入れてくださいました。所以这个只是带有那种命令的那个感觉，就硬塞下去的那种感觉。僕は、いつものように。这边用に表示它就是什么动作后面的动作，绝对不是形式这个。这样子哦，来海岸通りを。海岸通りを。眺めたり。船を。眺めたりしながら。つまらなく。不要被这个骗哦，那你就以为是否定的。無事に帰りました。そして、ぶどうを美味しく食べてしまいました。形容詞修飾動詞，動詞修飾動詞，就这样啊，对不对？它最主要就是转换。所以形容词用哭加动词，动词可以去加动词，对不对？有没有问题？就是那个食，它被那个，它这边写有口的那个汉字也一样。但是如果它是写这个的话，有可能是哭了。啊，但是这个哭变 T 的话，变成什么？注音了。对，所以注意它。知道吗？而且后面有碑的话，根本不念，不会念。那这是古字的，所以吃两个吃都是一样的，这样子啊、反正它变化不一样，不用担心。以后你们读其他的会看到更多古字啊，所以你们读天生清空文部的时候，尽量选那个新讲义新那个啊，知道吗？不要用古字，尽量不要。现在已经都慢慢换了，这个东西我希望各位把它记起来，可以吗？有没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要问那个黄本小姐？坂本さんは何が聞きたいかどうかのものがあります？团圆的时候大概开几桌？我们家很可怕，我们家三桌。对呀、我们家要。